今天是我们学校的教师节啊，可是虽然是迟一点庆祝教师节，今天呢，我们要给我们班主任一个特别的惊喜，就是呢，我们决定了，我们每全班的学生、全班的同学都躲在我们旁边的那个楼梯那边，然后等老师进来过后，看到没有人过，我们再一起进来给他一个惊喜。可以算是，他是我们教我们里面我们比较喜欢的老师啦。可是不是说我们不喜欢别的老师，就是 特别喜欢这个老师，是因为他教书又认真啦，他很好啦，很善良，很体贴咯。因为他是一个好老师，好像我们不会还把我们教明白。然后我们是跟他开玩笑，还不会生气。好像如果学生没有书啊，还是没有纸啊，还自己亲自去办公室拿。就上一次我没有来，然后没有纸，然后自己去办公室拿一张给我，他没有叫我自己去拿。所以他是我们心目中一位很好的老师。今天我们就准备给他一个惊喜，希望他会吓到啦。现在这个 camera 是我放在这边拍他的反应，然后记录下来给他看的，所以教师节快乐啦！
today. Okay.